如果你用牙膏刷牙，那你糟糕，你不会刷牙。什么意思？全口都口气清新了，下课了。但是你沾着清水，你常常刷没有两颗就闻到臭味了，已经在发炎。可是当你用牙膏，你就失去了警觉。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口气清新，一颗绿豆大的牙膏就够你口气清新了。所以有时候就广告了。今天你颠覆我的那个刷牙的想法。每周一、周二晚间九点，请锁定《姐妹站出来》。